今天我们要介绍旅游的十种旅伴，请问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人吗？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，Go！哎，我在等3个小时哎。哦，因为我刚刚夹娃娃夹得太开心了。约下午6点，你为什么是早上6点才到？哦，我搞错 AM 跟 PM 了啦。不好意思，迟到了。你约早上9点半，你怎么下午4点才到？因为我睡过头了啦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啦。现在几点？9点多吧。我们是约几点？不知道，忘记了哦。我们是约早上6点，去哪里了？哦，我上早上去日光玩了一下。他妈去！哎，文恩，你是同公园到了没啊？应该就是这边了吧？是吗？跟照片不太一样啊。其实也没有差很远啊，你看这走36分钟就到了啦。这里明明就是景迪公园啊。有什么关系？景迪公园也有个景啊，而且你看还有溜滑梯耶。哎，银座到了啦！这里是西迪北银座哎。是哦，那我再找一下啦。我问一下路人呐、啊。不要啦，那样好尴尬，我们再找一下啦。你们是台湾人吗？有需要帮忙吗？对，不用，真的谢谢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再找一下就到了。哎呦，你已经找了3个小时了耶，到底为什么不问路啦？不想问路嘛？不在拍了啦，到底是出来玩还是出来拍照？出来玩，反正就是要来拍照的啊。奇怪。还有一台啊！我们午餐吃个越南料理吧。好啊。其实我是想跟你说啦，我觉得来日本还吃越南料理，好像有点怪。这家店是东京超有名的咖啡店 Onibus， 我们来喝一下吧。好吧。其实我喝咖啡会心悸。我们早餐来吃面包好不好？好啊。可我比较想吃培根蛋饼。我们现在来到涩谷嘞，来逛街吧。好啊，人太多了，我有人群恐惧症。来日本一定要逛古着店，你要不要去啊？好啊。其实我都穿新衣服哎。我们去一下日本手作工艺品店好不好？好啊。其实我对小物没有很有兴趣。这边是代官山 T site， 我们来逛逛书店吧。好啊。我买到一本好书哎，你呢？我没有什么逛，因为我其实想逛街。但我想一想，觉得我好像不是很想出国了。你为什么不想出国？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讲？为什么当个烂好人？因为我不想不合群哦。啊，你各位啊，我们今天36个小时，要玩3600的行程，让大家玩好玩满。动起来！现在走，这边只有1分钟而已。照相一次只能拍一张，一次10秒钟。不行，转20公里，Go！放慢，听狗令吃饭。反正吃饭只有15分钟而已。努力向前走，不要害怕。日本超市耶，我要逛。好了，你自己逛啊，我在这边等你。我要逛。逛。好，太久了啦。晚安，我去哪了？会是这个吧？在里面干嘛？等太久了啦，找个地方休息。日本便利商店也很好买，我去看一下，走吧。好啊。
逛啦，逛那么久。这也可以逛半小时哦。好困难。玩完了，等等啦。拜托，也太久了吧！出来玩这五天，我等你四天半，我半天在坐飞机，更没玩到啊。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这个也带太多东西了吧？很正常啊。哎，出国还带这大包小包？哎，我觉得很合理啊。你看，天气冷的时候，你看我带这个可以保暖嘛，对不对？还算合理。对啊，然后呢，我这人比较没有安全感嘛，所以带一只这个迪士尼的熊，哦，感觉很安心啊。公园出去玩的时候，大家运动一下嘛，所以我准备一个飞盘。接下来啊，我觉得那个东京啊，会让我水土不服嘛，出门在外的时候要带这个紧急的粮食。夸张了吧？不在的时候，人家要叫我，叫不大声的时候要这样子叫，哎，爸爸爸爸，哎，出门在外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话嘛。总要准备一个这个吹风机嘛，才可以保持头发的干燥啊。然后呢，最后呢，在等人的时候觉得无聊，那就要戴一个 3D 眼镜稍微玩一下。你到底是出国玩还是来举重比赛的？我跟你说，这项真的超好玩的，我们一定要去，超好玩，很超推荐那个地方的。买好了，好哦。不好意思，久等喽。没关系。久等啊，久等。买好了，买好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个也买好喽。好。啊，终于买完了，好累啊。没有，这次满载而归啊。这些都是帮别人买的吧。吃拉面吧。吃拉面啦！好啊！哎，吃拉面啦！好啊！我们去吃那家拉面。我们去吃那家拉面。那我们一次去吃两家拉面。又吃拉面。拉面。我们去吃拉面。又吃拉面，要吃你自己吃啊！但我还是想吃啊！以上就是这次介绍的旅游的十种旅伴，赶快 tag 你身边的这种朋友吧。我是韦恩，我是鲍勃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